情的背后是欺骗，时间的背后是谎言。弄不清自己为何要思念，看不清别人心的另一面。我想要一个避风的港口，可到最后还是要漂流。弄不清自己为何要承受，到最后还是要一个人走。人走到最后，还是要一个人走。到底什么病啊？子宫内膜异位症，而且有向肌腺症发展的趋势。我还能怀孕生孩子吗？你还没有孩子？没有。你都36了，怎么不找药呢？刚结婚那会儿，我爱人忙事业，我们不想要，想等条件好点。5年前我怀过一次孕，后来流产了，从那以后每次来例假，我肚子就断断续续的疼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你怎么不早做一次全面检查呢？没在意，就以为是痛经呢，所以一直吃着治痛经的药。再加上这两年我原来工作的幼儿园停办了，我在四处找工作。这些你不用跟我说了，叫你丈夫尽快过来。大夫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你能不能现在告诉我？我求你了。我以为你已经有孩子了，要是你丈夫过来，我建议像你这种情况，最好做子宫摘除手术。摘子宫？不行啊！我得怀孕，我得生孩子，我婆婆盼孙子都快盼疯了。大夫，你一定还有别的办法的，是不是？你一定有，对不对？你别急。哎喂，明玉，你在哪儿呢？你怎么了？大夫说我得了子宫内膜异位症，心里难受，你来接我一趟好吗？那是不是长什么东西了？不是，可是也够严重的。那没长什么东西就好办，你先稳住了啊，没什么大事。我现在不在市里，我在吴县。有个生意要谈，我马上要跟人签合同。
你先打车回家，啊，我办完事就回去，好吗？大姐，哎，啊，是我。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你现在在哪儿？哦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陆云，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事儿。其实，这事儿也怨我，齐东，咱不能讹人啊。你有没有给明宇打电话啊？打了，他有事儿，在无限签合同。无限？无限签什么合同啊？给你煮了点暖茶。把这个喝了。刘婶的外甥女儿没有孩子的时候，就喝这个暖宫的。什么意思？不喝？妈，我这会儿难受，喝不下去。不喝拉倒，我多余上赶的伺候你，打刚才一进门你就没好脸子。妈，您别往心里去，我不是冲您。这家里除了我就是你，你不冲我，你冲谁呀？这大早起的。我去市场给你买鸡补身子，市里不卖活鸡，我又跑到郊区让人现宰了一只。你看，我还给你买枣、买枸杞子，我跑到两腿都发软了。我是半个累子，我也不提呀。谁让我为了抱孙子，我犯贱？妈，你以后。就别买这些东西了，回头喝不了，都糟蹋了。以前熬中药，你一碗一碗的喝也不觉得苦，现在我费了半天劲儿给你熬的这个暖茶，不是比中药还要好喝吗？居然反胃喝不下。妈，你别生气，你妈。不要你擦，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诚心的，我不是诚心惹您生气。我今天到外面去，也不是去瞎转，我知道，你不是上医院瞧你那肚子疼的毛病吗？谁来红是不疼啊？疼你就在家里待着，用不着总跑。不是，刚才当着齐东的面我不愿多说。妈，我今天去医院是去拿病历结果去，大夫说我得的是子宫内膜异位症。你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啊！
夫说我这个病。你这病怎么了？说，我怀不上孩子，就是因为这个病。你就因为得了这个病，总是怀不上孩子？大夫说，治好了也可以怀。哎呀，你就赶紧去治呀！大夫怎么说你就怎么治。月儿啊，我天天上火着急，我为了谁呀？你说我还能活多长的时间呢？哎呀，我的孙子！明宇，是我。啊，吴县这边一个朋友有个项目，想找合作伙伴，你过来跟他谈一谈。卢院那边没事吧？啊，我当时啊，一两句话跟他说不清楚，只跟他说过来签合同。哎，怎么着？你接着说。我刚才去了。哎。你们家老太太好像有点着急，卢月心情不太好。你抽空给她打个电话吧，别不当回事儿。啊，放心，工地这边我会让他们抓紧干的。好，见面再说吧。再见。月儿。月儿，吃口热乎的啊！我不想吃。你这不吃那不喝的，这不是糟蹋自己的身体吗？你得给我好好的养着，吃不下也得吃。来，妈，我就是例假的事儿，过两天就好了，您别忙活了。哎呀，身上来事儿的时候啊，你就更得吃东西补补身体了。来，这几年你没跟我们一起住，对我的情况不太了解。我每个月都有这么两天疼得吃不下东西，有时候连班都上不了。正因为我不在你的身边，你才弄出一身的病啊。今后呢，你就得全听我的话，好好调理调理。来。妈，明玉买这个大房子接您过来，是让您来享福的。以后我们两口子的事儿，您就当看不见，您不用管，我们自己来处理。没事呢，您就出去溜溜弯，在家看看电视啊。你南受北受的，我是瞎子，我看不见，我没心没肺呀。妈。您别管我了，您让我一个人待着吧。您这样伺候我，让我吃这个吃那个，我心里更难受。你是说，我待在这儿让你难受？好，那我马上走，让你眼不见心不烦。妈，不是，妈，妈。包呢？包里装药了吗？你还关心我，我就知足了。送我回家吧，睡一觉就好了。明宇，我以后都不会再缠着你，我
今天把我说出来的话都说了，说完就过去。你送我回家吧。身衣服全是地沟味儿，回来先想着喝酒，赶紧换衣服去。哪来地沟味儿啊？我今天呢，压根儿就没通下水道，这不刚爬到六楼房顶上给漏房住户铺毡布，这雨就下来了。哎呀，那你这湿衣服在身上沤着，你舒服呀？快换了去。行行。谁呀？掐死！你怎么不知道穿个雨衣啊？嫂子，大娘，妈来这儿了吗？没有啊，怎么啦？我肚子疼，不想吃东西，妈非让我吃，我就惹妈不高兴了。当时我也没在意，我歇了会儿下楼，妈就不见了。走了多长时间了？一个多小时了。我说你怎么不早给我打电话呀？大下雨天的，你就让他这么在外面待着。我是一路找过来的，我没带手机。对了，咱妈出来的时候还没下雨呢。行行行，你有理，行了吧？咱们回头再说。你赶紧给我们拿两件雨衣去。我俩出去找我妈，你在家看着圆圆啊。哎，嫂子，你别着急啊。你瞎劝什么呀你？不是你妈，你不着急是吧？走吧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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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哎呀，
我没有，我不是诚心的。还要怎么诚心啊？我妈住到你们家，你以为她是在享福？她委屈着呢。她去就是为了伺候你，让你早点给她生个孙子，你知道吗？你，我哥把你当宝贝儿，我妈天天给你当老妈子，把你宠出毛病来了是吧？大别墅住着长脾气了，连婆婆都敢赶出门了。明英，咱就是说事。我今天真的是身子难受，我跟妈话赶话就，我没想到她会生气啊。你说这一家人总得有个体谅不是吗？你少废话，那你说我妈现在去哪儿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妈今天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你给我等着瞧。好，那这样，你先回家，我去找。哎呀，你别啰嗦，你赶紧给我哥打电话，让他赶紧回来。明英，你哥他现在人在无限呢。他跟人家谈生意，他一有应酬就喝酒，大下雨天的，你让他开着车多危险。哟哟哟，知道心疼你丈夫，就可以不顾你婆婆的死活是吧？啊！我去找，我去找。逸轩来电话了吗？晚饭前发了个短信，说同学聚会，晚上不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说他这一天到晚的无所事事，一点精神寄托都没有。哎，哦对了，那张老师给他介绍那个律师，他感觉怎么样？看了眼照片，说人家长得像出土文物。太挑剔，你说他怎么就不能学得宽容一点呢？可以理解，第一次婚姻失败了，再婚他肯定慎重啊。我不单指这方面，他为人处事有缺陷。你还说呢，从小到大你什么时候拿他当做女儿啊？你一直都拿他当学生那么严格要求他。哎，我可跟你说啊，以后在家的时候你别总给他上课，他不爱听。哎呀，我也是为他发愁啊！你婚离了，你不能不工作呀。你这东游西逛的，你看这都三十好几的人了，再这么下去就荒废了。谁呀？这么晚来？你看看去。喂，哪一位啊？伯母，我是明英，你快开门，我有急事儿。哦，明英啊，哦，我给你开门啊。谁呀？明英。他来干什么呀？不知道呢，他说他有急事儿。是不是又出事了？哎呦，来了来了，哎，来了，明英。哎，伯父伯母，卢月回来过没有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我可不是诚心来告状的，我是急坏了。我妈让卢月给气跑了。我以为你对我还有几分怜爱，我以为经历了离婚的创伤还有一丝安慰，我以为找到了温暖的怀抱。我错了，你只是想占有我的身体报复我。明宇，你也错了，你真的错了。天天伺候他，他不领情就算了啊！您说说看，我哥天天在外面拼死拼活的赚钱，图的就是个家庭和睦吧？啊，他可好，嫌我妈多事儿。哎，你说老太太招他惹他了，这么大岁数想抱孙子有错吗？他好，生生的把我妈给气走了。明英，小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？回头我说他，咱现在当务之急是得把你母亲先找到啊。
该找的地儿我都找了，现在就差去派出所报案了。那小月这时候在哪儿呢？刚才跟我发了一通火，我现在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。伯父伯母，我真不是诚心来告状的，我满大街的找我妈，刚才走到你们家楼下，我就想卢月月要是万一在上面呢，所以就上来看一下。哎，要不这么的吧，你赶紧再去找，我们马上和小月联系，咱们随时通电话，你看好不好？行吧，那先这样，我走了啊。嗯，好。哎呀，来，我送送你。哎，我心气儿好不了。哎，你说，嗯，咱这把年纪盼的是什么？不就盼着抱个孙子吗？哼，我家儿媳妇倒好，结婚十年了，是一丁点动静也没有啊。今儿个又从医院瞧回个子宫什么症。这孙子啊，也不是挤兑出来的，想开点吧。我能想得开吗？你甭在这吃甜咬醋的。呵，你们家是孙子外孙子都有，成心让我眼馋呐。哎呀，我们老夏家亲戚多呀，这七大姑八大姨的，我现在都不敢跟他们走动，我就怕一见面呢，他们就问，你怎么还没有抱孙子啊？背后人家还不定怎么说我们家明允呢。谁愿说啥就说啥，自己家过自己家的日子，甭管别人怎么说。朱老屋那时候卢月多孝顺呐，老姐妹都羡慕死了。哎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。生个儿子，孝有什么用？小月啊，小月！哎呀，小月，你快看，哎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哎呀，小月，你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哎呀，这衣服都湿了，肚子又疼了。啊，这脸是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吗？我白天肚子疼的时候不小心磕的。哎呀！爸，你们见着我婆婆了吗？没有呢，明英去找去了。啊，你这可怎么办？我就是回来想看看她在不在家，我还得出去找她。别动，别动，千万别动！哎，给明玉打电话，让她赶紧回来。别打，别给她打了，别惊动她。她在外边谈生意呢。哎呀，谈生意，那家里也得顾啊。又疼，这肚子又疼了。妈，我楼上这床头柜的抽屉里有药，你去帮我拿一下。你快去。哎，好好，我去。楼上那个床头柜的抽屉啊，好，顺便拿了一套睡衣来。哎，好。坚持。哎呀，这罪受了，真受了罪了。妈。啊，妈，您看，您睡这床行吗？哎呀，能睡就行啊！行啊！行，那一会儿我就给您支上啊。支，一个人行吗？行，没事。哎，我说你呀，真是不知道轻重，居然跑到亲家那儿去闹。谁也别闲着呀，谁让他们收养卢月的？卢月是他们的闺女，他们就得管。我出去啊，是找老姐们说会儿话，闹出这么大的幺蛾子。你也别怪我呀，找您的好儿媳妇去啊，是她一惊一乍的不让人安生。哎呀，行了，赶紧给我亲家打个电话，说我没事儿，先在你们那儿住几天啊。妈，您真是厚道人。月儿气我，跟老两口没关系，坐着干嘛？快去打呀！妈，我打。喂，哥，咱妈让卢月气的离家出走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正文啊？啊，谁让你给你哥打电话的呢？你吓唬他干什么？我现在正在派出所报案呢。你还知道我们家电话号码呀？
我以为你都忘了呢。我没逗你，真的，这事儿特别严重。哥，我跟你说，咱妈现在是天天伺候她，给她把饭做好了，端到眼前，她还不吃，然后还给妈发脾气，你得管管了啊。好。怎么这一天没回去，折腾出多少事儿来？那你现在回去吗？我现在回去怎么解释？哎，明宇，我还没睡呢。哦，嗯，你跟冯老打电话了吗？好，这事你甭管了，我马上过去。真是不好意思，又麻烦你跑一趟。明宇也是的，惊动你干什么呀？嗨，明宇呢，惦记你。可是他又回不来，你就替他说好话吧。明玉他母亲没出事就好了。老冯啊，待会儿你自己回去吧，我今晚在这儿，我陪陪小月。行，那早点休息啊。冯老，啊，我送你回去。他们婆媳关系紧张，这和明宇有很大的关系。这两年，他放在家里的心思是越来越少了。他真这么忙吗？大学城的项目，明宇压力确实挺大，他不想让您失望。说实在的，要不是你在啊，我不会轻易把明宇这公司介绍给教委的。好在呢，你现在还在主抓这个项目。明宇啊，聪明是聪明，但是太浮躁。你看公司刚刚起步，又想换车，又想买别墅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为人处事啊，得低调。你跟明宇工作上配合默契，这很好，但是一定要讲原则，该说的话就得说。哎，你们俩都是我的得意弟子。我老了，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。冯老，您刚才说的那些话，真得跟明宇好好说道说。其他女人了？说什么呢你？回答我。有，如月。废话。你放心吧，在感情上，我以后都不会再缠着你。你给了我很多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真爱有的时候。是需要舍弃的。以后我们就是朋友，就像齐东那样的老同学来看待就可以了。我希望是这样。我也没说你媳妇儿有多坏，问题是她现在生不出孩子，让咱妈闹心呀。哎，沾咱妈说这事儿，她就别顶嘴了呗。嘿，他还180个不乐意。你就是惹敲破锣，咱妈本来没那么大的火，全让你给敲打出来了。谁说我没气了？我先不说月儿的不是，就说你吧，见天不回家，回家倒头就睡，能有孩子吗？明宇呀，你是奔40的人了。你进来。哟，大哥来了。圆圆，快进来！哎呦，圆圆，上哪去了？嗯，哎，大哥，人家正好，我给你和嫂子呢请了个阿福，回头
你给他起个名字，你和嫂子天天叫着，特别灵，保证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你们就有老二了。哎，他叫老大，嘿。大梁，你真是大梁，这泥胎要是好用的话，那医院都改成庙子了，是不是？你怎么一点正文都没有啊？一边待着去。你才一边待着去呢。哎，大梁啊，给我。哎。明宇啊，大梁说的没错，小阿福请回来了，就供在你们的床头柜上。我呢，再给他起个名字，就叫来地儿。啊不，我就叫他呀，招地儿，下招地儿。大梁，办得好啊！哎，大哥，你们看，咱妈高兴了吧？哎，妈，那什么，那个，你跟大哥回去吧。嫂子挺不容易的，昨晚大雨天的，满大街找您呢。郝大梁，你能耐了是吧？啊，哪儿到哪儿就回去啊？你要觉得我妈在这儿住着碍事儿，你直说呀你。哎，大哥，你看我是没招了。行了行了，走，哎。跟爸爸去玩去，走。哎，走喽，咱进屋玩啊。走了。哎，你跟大梁发什么火？整天像吃了枪药似的。昨天，我那会儿心里特别烦。又加上肚子疼，哪怕等我疼过那个劲儿，妈在劝我吃饭呢。你烦，你肚子疼，你不说话不就完了吗？我不说话，妈也不高兴。他是老人，老小孩，我刚才去明英家，他还气得浑身直哆嗦呢。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哄着他一点，怎么了？大夫说，我得了子宫内膜异位症。大夫说，让你去一趟，商量一下治疗方案。你这个脑门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不小心碰的。你就不能注意点？我去有什么用？得听大夫的，有病治病啊。他花钱不在乎，找专家，住最好的医院。这不是花钱住院就能解决的事儿。不是没长瘤子吗？他有什么不能治的？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？你也听我把话说完。你就不能听我跟妈一句话？别上你那破班了。我跟你说我病的事，你又提这个干嘛？这是让妈生气的主要原因。你们那个家政公司那叫什么公司？啊？那整个下岗女工大聚会。你们幼儿园合并的时候，我怎么跟你说的？让你回家去当全职太太，有什么不好？你是胆子大主意症啊，跑到家政公司去了，给人当月嫂当保洁工。我夏明宇的老婆去给人抱孩子换尿布干家务去。我就是不想在家待着，我就是想出去上班。我当月嫂当保洁工怎么了？给你爹面了？爹大了。我盼着你回来，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跟你商量，你就这么训我。行了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行吗？哎，你待会儿到明英家把妈接回来，好好劝劝她，跟她说几句好听的，你给她个台阶下，好吗？哎，都什么时
能省省心吧，公司还有一大摊子事儿呢。你不陪我一起去？我在马上回公司去。今天是天，我昨天一天没去，没去，公司一摊子事儿等着我呢。就这样吧，晚上我回来。 大夫，大夫，大夫，这样子过，我不敢要妈的，我也不能让妈的。